办了4个月，我没有一直开啊，我就，对吧、啊？想开才开。吓死我！没过劳。铁杆人阿力。上次加班几天？2天，一天就办完了。我上次东西很少，一天就办完了。因为是很强的，哈，你记错人吧，老哥。现在如何？还没办，还没搬，找好了，还没搬，大概月底20几号。对，有免治马桶，有那个浴室，有浴缸，然后干湿分离，然后就这样。好赞哦！有舒适的床底，高级耶！我只是跟歌姬他们讲说我要租我，反正我的房间要有厕所，然后他找一间敢租我超级大的，他找那间租我超级大，我没有想要住大的，但是没关系，都找了。应该还有顶楼游泳池跟空中花园那边跑，他说楼下有那个健身房，不知道要不要收钱。应该没有到非常大啦，就是一般足哦。如果要比的话，我这边还比较大，但我这边是顶楼加盖，不一样，因为那个三房，那、啊、我这个就一层，然后。顶楼加盖2间，晚点可以直接睡，这是应该是扣点数，至少哎，反正有管理费。但是现在算是租整层，没有，隔壁还有一间呢。哦，你说新的吗？新的三房应该是啊，是整层吗？有隔壁的啊，应该半层。每个月给整户固定点数。哦。我说现在居然顶楼加盖还有邻居，有啊，我不是很常说，我是怕吹掉楼顶吵到隔壁吗？现在好像是大夜班，所以晚上也不常在，不是晚上不常在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是大夜班，之前晚上吹，晚上那边大吼大叫，他都没有来抗议过。隔壁住油条大哥。管理费应该有包含健身房部分，只是看是不是扣点哦。OK，
然后就不用去公园跟一堆阿伯一起跑步了。对阿伯的健身房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健身房有阿伯，没关系啊，至少我可以跑我的，不会一直经过。跟邻居跑步很尬，没关系，装不认识。那是不是健身房有新器材？那会不会多新器材资讯？那你要记这也太麻烦了吧？自从阿里搬来健身房，阿肥的使用量就变多了，请问你有头绪吗？没带动大家一起运动，是不是？阿伯喜欢看年轻美眉。公园会比较好跑地方跑，对，社区找管理员比较好哎。那健身房人比较多吧，健身房倒不了，可以吧？都差不多吧，有。那这健身房就知道谁啦，直接抓出来就知道谁啦。更好抓了，又安南。被看上的会是歌姬，有可能保护好歌姬，保护好我们那个大狗狗。危险，那个危险，请你吃同一布丁。要不要吃同一布丁？高铁要开台了，挂个台。他听到了。他要吃同一布丁，歌姬被谁看上了？被我，摆挺好的，明知就是健身房啊呗。高腰，要被抓去吃烤肉了。用同一布丁交易。
我请你吃同一布丁，要不要去吃烤肉？要不要吃烤肉？不能请我吃烤肉吗？损伤巧克力。那不要嘞！聊天室很奇怪，一直想对我下毒。喵喵仔。什么迷宫饭可爱吧？我用我的，这不用抽，这个不用抽，买的，那你去把我那个文化币花掉，结果我还多花了3000块，我老婆又你老婆，哪一个不是你老婆了？又你老婆，好贵，不止这，不是这个3000块啊，不是这3000块，是很多东西全部加起来3000块，不是这个。开屏，他是我老公，OK。臭绿魔物，我买艾尔登法环，还有 DLC 也不用3000，这买的是一种快乐，你知道吗？这买的是一种情绪价值。不一样，你买那个艾尔登，你居然还要花钱玩它，你花钱买它，你还要花时间去玩它，对不对？你都花钱了，你居然还要花时间去玩它，
我没文化比没文化，花钱买痛苦，对不对？我买这个不会花钱，有没有道理？我喜欢感受痛苦，OK，懂没？就像花3万买小说，但我没在看，买来收藏吗？买来当装饰品也是可以的啊。天，我买的是一款叫 Steam 的收集游戏里面的氪金要素。OK。我买1万块买床，但没什么在睡。1万块不错哎，1万块床。不值。又抱着熊屁屁哭了哎。